底是急诊通道，不可以抓神奇宝贝。宝可梦玩家太夸张，竟挡医院救护车道。玩神奇宝贝，巨钢神奇宝贝。没错，请各位民众别再有这么三宝的行径了。的这些交通的要道，能够留给急诊的救护的使用哦。花莲门诺医院今天特别公开宣导演出状况剧，就是因为医院急诊室附近有三个 Pokemon Go 的抓宝热点，让玩家们不管日夜都会到医院附近聚集。然而，其中有些没公德心的玩家，竟直接挡在急诊室外，甚至是救护车道上低头猛玩，按喇叭，他们才散开。救护车进来的时候。警卫会出来，会的。院方因此呼吁玩家找好适当的地点来从事这样的活动。突发中心花莲报道。